认真点挖哦，晚上就靠你们喽。认真点挖，快点！我只要想你那一袋就好。快点，认真认真，没挖完不要吃饭哦。这没抓到。哦，国际叔叔加油！结束很漂亮，对，翻过来看到一个。对，哎，对啊，这两颗是我们漏网之鱼。你看，这就是所谓的采紫菜，挖挖挖，摸摸摸。菜钩是什么？摸摸摸。他们都用的竹子在那挖挖挖，你那个如果石头不够，不石头够上的去那边墙壁那边也可以摸哦。像那个红红的那个。那一块来对面，对面那一块，对，你的左手边，左手边屁股后面那块就是，这湿湿的对不对？那不要啦，湿不要啦，湿湿的就用手拔了啦，湿湿就用手拔。那排水口，对，湿湿有两种。好好玩啊，你妹，我不要，你管你我妈顾好哦。